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姚。哇塞，我好久没有用录影的方式来呈现影片了。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录影呢？因为我在巴哈上看到一张很有趣的解谜地图，叫做为了我的 iPhone 8S。 哦，那因为刚好最近买了 iPhone 8嘛，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 iPhone 8S 啦，不过看到这张地图就觉得蛮有趣的，重点是这张地图没有跑酷，所以我们就来玩看看吧。那我们就进到我们单人游戏，对，地图就叫做为了我的 iPhone 8S， 然后是我们的阿明大大制作的。好，那一开始进到游戏呢，这边有几个箱子哈，那墙上也有几块告示板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欢迎游玩此地图，这是我自己的第二张制作地图哟，感谢你的支持，祝您游玩愉快，请打开下面的箱子。不要，看一下，生存模式，游戏开始，请按我开启防喷，好。这个一定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子啦。哦，这是在跟我告白吗？希望阿明是一个女生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超级无敌可爱的规则，还有超级无敌可爱的小提示。那我猜最右边一定是超级无敌可爱的成就。好，没关系。玫瑰花瓣，好，我们就全部拿一下吧。然后这边有两张纸啦，一定要拿哦。规则是不可以破坏任何方块，不可以尝试跳出地图，请调成和平模式、生存模式，亮度明亮，不可以作弊，请以欢乐的气氛游玩此地图，请遵守前面七项规则哟。好哟，他说后面没有了，真的相信我。然后我们点到最后一页呢，一定又是我被骗了之类的话。真的没东西了，别再翻了，一定有。我跟你讲，最后一定是什么迷片的下载位置之类的。我就说吧，干嘛浪费时间去翻呢？你看，你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网址哦？这边哦，点进去是可以下载迷片的哦。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哈，哼，菜逼吧，你们还不到那个阶级啊。主角叫洪景兰哦，是你即将扮演的角色，家中地位老幺哦，老幺就是家里面最小的小孩，昵称是小兰。然后个性是喜欢三小哦，三 C 产品，常耍中二，职位是高三生。然后洪景碧，洪景碧为什么听起来你姓关好不好？这样就是关景碧了。家中地位是长子，然后昵称是碧哥，个性是喜欢收集歌手的专辑，二诊弟弟，大四生。我们刚刚那个是什么？一个高三，一个大四嘛。然后再来是其余角色是。爸爸红强，一家之主，昵称叫红爸，妈妈叫红领。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其余角色，店员叫李宇轩，职位是 7-11 店员，客服是张雨涵，职位是中华电信客服人员。好，我下次就打800去问中华电信的客服员哦，看看有没有这个张雨涵的存在哦。游玩大概15-25分钟，钥匙都在钻石砖上面。钥匙都放在钻石砖上面。此地图只有一种成就，成就水晶。旁边两侧的箱子各放入一个其余的水晶，请你在游玩时把它找齐。谢谢你喽，啾咪，好哟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成就水晶啊，旁边这个一定要拿。好好好，他给我们一堆纸，然后叫我们一定要拿。这个是纸这么多，是要叫我们拿来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们就先切成生存模式，然后我们可以进到游戏了哈。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了。好，这边一开始看起来是一个很像房间的小空间齁，那这边一样一个箱子，这个是什么？电费缴费单齁齁齁齁，这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家中已经没有电了，然后硬塞在一个床头的箱子里面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然后家里就无缘无故被断电，等你想到的时候，你才找到这张纸准备去缴费齁。剧情是现在早上9:30，然后小兰说已经早上9:30了，我预购的 iPhone 8S 今天就会来了，再不赶快出门，错过拿货时间就死定了。这时小兰看见柜桌上留了一张小纸条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哥哥写给弟弟的话啦。他说昨天晚上吃晚餐时听到你说今天要去拿你的新手机，我想到一个好法子来整你，科科，我已经用爸爸抽屉里的万能钥匙把家里的各房间的门都锁死了。怎么有这么劣质的哥哥啊，我的天啊，就知道你今天会睡过头，所以打算用这个方式好好教训你一顿。还有，妈妈有拜托我们要帮忙缴电费，去 7-11 那边缴就好，这个也麻烦你咯。我今天跟朋友有约要去看泰勒斯巡回演唱会，如果错过这次，下一次他再来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所以很重要，那家就麻烦你咯，爱你的哥哥刘。然后小兰又骂了一大串脏话，这边应该祖宗十八代骂完也骂不完哦，真的是齁，哥哥每次都这样恶整我，不行，再这么下去连手机也拿不成了，赶快逃出我的家去电信行吧。哇，天哪，被反锁在自己家里，这也太可怜了，我觉得弟弟有一种很可怜的感觉。
中二之剑，好，这个最适合我了，拿在手上会得到幸运。好，你最好是哦，啊，幸运星，以后拿来卖钱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耍中二用的，该不会上面写个什么六嘎哇嘎铁克库拉我之类的吧？奶奶掉下来的金牙哦，这个假牙拿在手上细菌很多呢。啊，这个有学校制服，然后这个是普通的睡衣睡裤，然后 OK， 哦，上面还有箱子哦，我有看到哦。哎，这个打不开了哈，哦，啊，我们只能拼看看那一个打不打得开了。呵呵，哎，有了有了。好哟，没关系哦。可恶哎，好啊，这个装备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呢？我看一下它规则有没有说不能拿哈，看一下它有没有说什么不能，不可以作弊，不可以破坏任何物体和方块。哎，没有哎，那所以这个是可以拿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啊！可是我们要空手拿，我们先空四格出来哈。那我干嘛拿那个铁装啊？我就直接拿这个钻装就好啦。好，我们要穿在身上，呵呵，超威的！一开始我们的主角就很威能呢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哎，哦哦哦，欸，我眼力不错哦，突然觉得。好啊，这边应该是什么神秘的机关的哦。好，看来我们是要拿什么？以后拿来卖钱耍中二用的，一定要用。我们该不会是要用个什么这个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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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简单哈，哦，啊，这边我们也不能破坏物品方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哈，哦，一开始找我们的钥匙已经，哦哦，该不会这个吧？应该没有这么劣质吧？啊，没有，画后面也没有东西。哎，这边是有一个小箱子是吗？好像是哦。哎，点得到吗？点得到吗？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哦哦哦！我开到了房间钥匙，终于哦！天哪，我刚才在那边找房间找好久，想说哪里都没有箱子，而且箱子有看到都已经开完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去下一个房间了。终于，这个是主角房间，然后这个是哥哥房间，就是他把我锁起来的。等一下找到钥匙，一定要去戳他。浴室哦，我们去看一下浴室里面有没有一些肥皂、用过的卫生纸。哎呦！不错哦，用过的卫生纸还知道藏在浴室，比较没有味道哦。好，这边是脏衣服哦。哎，我把脏衣服都拿在身上，到底是想干嘛？这边看一下还会不会有藏箱子好了。这个作者看起来蛮阴险的哦，这个箱子都藏在一些很隐秘的地方。这边应该不会有吧？这个看起来只是水流下来，连蓬头、浴缸这样子而已。然后这个是大门，大门这边写什么？这些是花我的心血买来的名牌鞋，好哟，艾迪达金标。银标篮球鞋哦哦哟，这个好像有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哦，也还好啊。好，来，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空间的哈，我们得花点心思在这边了。这个是打不开的。然后这边这是鱼吗？这是鱼的图案。OK， 还真的是鱼嘞哈。好啊，我们身上东西已经快要爆满了哈。这个是什么？兔子。好 ，OK OK。哇，糟糕，我们东西好像都已经。我们把有这个角色介绍好像可以先放着了，然后小提示跟剧情可以先放着了，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些不能吃的食物吧？对，我看得出来。然后又是爱心欸，哇，天哪，这个到底是要跟我告白几次？我知道我很受欢迎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女生啊。妈，该清了吧？这个都烂掉了，厨余。好啊，厨余我们就不拿了哈。啊，这边看一下会不会藏一些什么哦，好像也没有哦。这个是要叫我们拿去烧是不是？好啦，现在没有那么饿啦齁，我们手边的食物吃得饱就好了啊。这个是主卧房齁，主卧房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馨剧情二。好，温馨剧情二，我们把这个名牌鞋先放着齁。剧情小兰说，哦，终于从房间出来了，继续找找家的钥匙吧。好，我正在啊，这个剧情就先放着了齁。这个音乐箱里面不知道会不会有东西耶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黑色的地毯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又会把钥匙藏在非常隐秘的地方，这里吗？有吗？应该是没有哦。诶，这里有没有？好孩子别乱拿哟。哎呦哎呦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个看起来是客厅。哎，哇，你会把一个 X video 藏在客厅吗？
哇塞，太大胆了吧？还是说被抓到，你只要栽赃给哥哥说，那个是哥哥的，这样就好了？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家人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家庭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主要就是找到随便一把钥匙都好，因为这边连接着很多间房间，我觉得我们只要随便找到一把，应该就可以继续往下一步迈进了。不过找到下一把之前，我得先知道他的箱子会藏在一些什么地方，总觉得又是要蹲下才可以看得到的，是不是？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